运动自由广阔天地，运动开创崭新天地。彭广阳主播，耶鲁学霸，球队瓢把，在耶鲁大学选择历史本科，研究的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属于美国职业美式足球大联盟 （NFL） 美国联会东区小组的迈阿密海豚队，二月六日午后郑重宣布，礼聘现年三十八岁的麦克丹尼尔 （Michael Lee McDaniel） 接续第十四任总教练。 这是有非洲裔血统的麦克丹尼尔首次在大联盟联赛执掌兵符。他本来是旧金山四九人队冲锋进攻组专家和协调，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起晋升为进攻教练。四九人队已经参加过大联盟七十六个球季的例行比赛，七次在超级杯亮相，有五次夺冠。在今年的季后赛第三回合，是以十七比二十饮恨于洛杉矶公羊队。 海豚队则已经参加过五十六个球季的例行比赛，五次在超级杯亮相，有两次夺冠。最近一次在小组名列冠军是于二零零八年球季，然而却在季后赛第一外卡回合就打包回家。麦克丹尼尔到任后的当务之急就是采取行动扭转形势，改善由二零一七年一月八日以来一直和季后赛无缘的窘况。已经入列职业美式足球名人堂的舒拉。 Donald Francis s c h u l a r、er, 从一九七零年起，曾经带领海豚队征战二十六个球季，创写二百五十七胜一百三十三败二和的例行比赛战绩，以及十七胜十四败的季后赛战果。麦克丹尼尔来自科罗拉多州，是耶鲁大学校友，在校期间为美式足球队外接球员，亲身接触并且实际参与校园和职业美式足球的数据革命。他运用学院派理论，按球场上现实。 将四九人队打造成一支坚实的陆战队。本赛季场均冲锋距离一百二十四点六码，在大联盟名列第七。此外，全队有四百九十九次冲锋，累计推进两千一百六十六码和二十二次冲锋达阵，只有费城老鹰队和新英格兰爱国者队更显光彩。二零二零年二月二日晚间，第五十四届超级杯在佛罗里达州举行，麦克丹尼尔指挥发动攻势。 三十一次传球，二十次完成，累计推进二百一十九码，传接达阵一次和有两次被拦截，同时有二十二次冲锋，前进一百四十一码和一次达阵。当晚四九人队的对手坎萨斯城球场队，则是有四十二次传球，二十六次完成，累计推进二百八十六码，传接达阵两次和有两次被拦截，同时有二十九次冲锋，累进一百二十九码和两次达阵。 球场队以三十一比二十笑纳冠军。麦克丹尼尔和他的学长格拉汉 （Patrick Graham） 是大联盟最具有代表性的藤校出身教练。格拉汉现年四十三岁，在校期间主修社会学，为美式足球队防守球员，刚刚转任拉斯维加斯突击者队防守教练。在此之前，他曾经出任纽约巨人队防守教练兼副总教练、海豚队防守教练等。 现年三十一岁的耶鲁校友格里查德 （Joshua G. Grizzard） 目前也是海豚队的外接球员教练。当年在二零一二年华盛顿红人队的教练团有四名助理教练，如今都是独当一面，包括麦克丹尼尔。他曾经现任公羊队总教练麦克维 s h a n McVay），现任绿湾包装工队总教练拉弗尔 （Matt l a f l e n 以及现任四九人队主帅夏纳汉 （Kyle Michael Shanahan）。书中自有黄金屋。 场上领导是人物，彭广阳，二零二二年二月七日。